田亮、叶一茜一家四口拍全家福。1月10日下午，田亮和叶一茜晒出了一段带儿女拍摄全家福写真的 vlog， 夫妻俩还写道，当然要拍照记录了，又不是每天都团团圆圆，他们每年都会带着一双儿女拍摄新年全家福，用照片定格幸福，用影像记录下家的温暖，为新的一年增添了无尽的温馨与喜悦。照片中，田亮和叶一茜身穿休闲装，笑容灿烂，洋溢着幸福的气息。小亮仔已经长大了很多，高挑的身材和帅气的发型让他看起来更加有男子气概，而森蝶留着卷发，清纯可爱的样子像个小公主一样，简直就是生活中的小仙女。网友们纷纷感叹，这是一家真正的颜值爆表的明星家庭。谈及家庭生活，叶一茜表示，她和田亮都非常珍惜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，他们尽量安排家庭活动，增进亲子关系，比如一起旅行、看电影、做手工等等。这些活动不仅让家庭充满欢声笑语，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茁壮成长。田亮和叶一茜的婚姻生活也备受关注，两人结婚多年，从未传出过任何绯闻，一直被誉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。他们互相支持，互相理解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在家庭中，他们分工明确，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。正是这样的默契和协作，让他们的家庭更加美满和幸福。